一副好皮相，仗着少轻狂。你再多加我几刀，我可就爱上你。满身万幸显名上，也不多体谅。我是很想和你们过手，不过就怕你们不敢。许久不见，参见少帅。参见少帅。关王世子驾到。哥哥来啦！哥哥哥！最近还好吗？孩子们过得还好？银两还够用吗？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混小子，从小怕的是什么？都是儿臣不好，父皇，求你放过他们，他们罪不至死啊！他最怕身边的人因他而受苦。这个，我们替少帅赢，你就放心回去见你母亲。是儿臣的错，父皇。那些因为他们而战死的士卒呢？他们有何罪之有？啊！合在我们父子之间的是十多条人命，但是我只要想到我死去的兄弟，我就永远无法原谅他。一年前他选择离开，本母心里甚是矛盾，一面祈祷他选择逃离现实，一面又不愿意他留下，变成一个目不仁慈。这是身为父亲保护他的方式，希望那孩子别待在一个不适合他的乱世。请小世子换上这身衣去见晋王。不穿，穿上就等于跟这个老头低头了。败将李居瑶与范军法擅自离岗七年，今特来向晋王请罪。你的罪状还真是罄竹难书啊。太原城是臣的家，臣的亲人在此，离家七年，臣真的很想回家。其实只想再见一面。